走进梦想，你在我身旁。每当我走出梦想，你不知去向。郭大师在讲，天生一德，一丑难求嘛。是哦，基本是千担一德。女丑男丑啦，有女丑。哎，迄查某囡仔吼，哎，一个水水，一个不个整个拜拜。愿意扮丑，哎，这真的很难呢。像我很难扮丑啊，因为实在是太漂亮了。你看，你看笑看咧，对不对？表示林东啦。哎，你都演未出来。林东，你也乌白讲啦。小 S 嘛是女丑啊，是，对啊。曹蘭嘛是女丑，陶晶莹，对啊。那这演艺圈真的很少，不多哎，一个手，无几个，无几个啦。真正人讲吼。这个人才拍训练啦，对啦，他一天生就遐才调，是，爱国关系要来闹，创个拜拜，对，安尼好啦，咱今日要来经济，不，咱近代佫无同款，近代有吗？近代用近代的杨秀慧啦，杨秀慧，王彩华，王彩华，对，但是现在这个人员工是，女丑的始祖，对，老唱老演，你来看到你对兄弟过去咧表演什么物件，是，一起来欢迎姚大伟安排的歌曲《向往》。哇，运动长枪棍，乌鱼炒米粉。梦想，你站在我的前方，挡住我的去向。梦想听起来多么迷惘，我却不彷徨。我走进梦想，你在我身旁。每当我走出梦想，你不知去向。梦想，我分秒都在等待，今夜走入梦想。梦想，因为那里面有你，所以我才向往。你的手在哪位啊？我先吹落去。好，谢谢。梦想，你站在我的前方，挡住我的去向。这边诶，这边，这边诶。梦想听起来多么迷惘，我却不彷徨。每当我走进梦想，你在我身旁。每当我走出梦想，你不知去向。梦想，我分秒都在等待，今夜走入梦想。梦想，因为那里面有你，所以我才向往。谢谢。耶。多谢。大家好，我是姚大妹。这么久没看。哦，你的台语，安尼翻译哦。迄个姚台语念作姚哦。姚啊。哦。啊，姚大姚代伟啊。姚大妹。姚大妹啊。无要紧，我今日看你挂姚。我跟你讲。我還有一个姐姐，那个姐姐是啥？叫做姚大条，不，叫姚代琪，姚大鸡。哎，起码不是鸡。哎，小刘今天有来，我听到伊的笑声啦。好笑，小刘，谢谢。做好，做好人呢。小刘喜欢哦，铁粉吗？超级夜总会，不是铁粉娘，他是我们的音效机。你对笑的笑，小刘。有听到无？罐头笑声呐，赞呢，活罐头。这个 David 呢，19岁就进入了歌坛哦。对耶，其实这样算一算，每年我有戏在你啊，对。哎呦，我进入演艺圈40年，你19岁的吧？对，你算，所以你我这边60，这边60啊，你边60，啊，够我多哦，阿你我奔6的呢，奔6，看不出来哎。学长，吴宝，我跟你讲，嘿。
每一人看到我本人都说：“哦，你本人加足水，比电视搁较水了。”我说：“是啦是啦，我比电视机啦、电冰箱啦，拢搁较水啦，对不？”领导是咧开电器行呀？什么对？是40岁哦，40岁哦。囡仔郎不要一直说谎。救命！救命！